我们的游戏是两轮。第一轮游戏，三位女领队将依次进行平板支撑，你们能平板支撑多久，那他们就能投多久。第二轮，我们的女领队将在对面篮筐下的这个墙上进行靠墙静蹲，你们能静蹲的时间就是我们三位经理人两分球自投自抢的有效时间。在两轮比拼过后呢，一共投中的个数，投进最多的就能拿到我们的轮空权。所以女领队非常关键，这个时候为球队做贡献的时候来了。我觉得我们能拿第一。是的。Cool。我们小包刚才偷偷跟我说，说让那个我们郭教练投到手软。哦。我争一保二吧，行吗？那你是不是就有点轻敌了？我还行。这女生里面应该没什么人蹲过我吧？啊？他说在女生里面没人能蹲过他。有没有人愿意先做第一个？我觉得先做呢，一般都比较吃亏。对啊。那就这样吧，石头剪刀布。陈哥，按照街头的规则，输的人是第一个来。来，剪刀石头布。石头剪刀布，哎，我们最后一个，好，我们最后一个，好，马布里教练说他准备好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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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没有，一个，耶，这是球队的气势，一个 ，You got it, you got it， 哎。老马还挺准的，三个，哇，这么准！马教练非常准，特别是在两边底角。Yeah, let's go！ 六个，六个，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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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用担心燕妮这儿。而且我们燕妮动作非常标准，这核心力量不得了。Go Flora， 坚持，腹部很壮。他的那个核心、腹部肌肉强得很。吓我了！有个虫子咬你呢，我真的有虫子，重来吧呀我！哎，小心点，脚起来一下，有虫子。我真的真的有虫子，哎，你就是虫子。十个，十一个，十一个，十一个了，可以了，不用撑了，不用再撑了，已经很多了，已经三分钟了，十二，耶，come on baby， 还撑得住，还撑得住。十三，十三，马教练投不动了，你知道吗？我感觉已经让加油加油加油！马教练不行了，老马没劲了，老马别投了，哎，十五。Diane, she did a really good job. I was pretty shocked that she was able to hold the plank as long as she did because that's really hard. 只要我们身体能够做到，能力范围之内，我们是一定会拼尽最后的全力。本来是让人家先来打个样，其实他这样，结果人家给人来一个下马威，现在咱压力更大了。3 minutes 30 seconds。哎，我们感觉马教练已经头都有点累，太累了。好，那我们第二个登场的我们的郭艾伦战队，请热身。热身去吧，不是，主任，我说一下，我派我们队员去吧，因为我受伤了，我就不能参加运动来着。喂，太棒了！
He gotta shoot. 他急了，他急了。Don't change the rules. 我没办法投啊。If you don't shoot the ball, it's gonna be a problem this whole show. 我们教练有伤，没办法投。I'm 44 years old, and I don't play basketball, and I don't train every day. He trained every day. He should be able to get on the court. 不是不是，你说他没受过伤，他。Nobody don't want to hear that. Get on the court. Get on the court. They made us shoot first. After we won, we shoot, and then now they can't shoot. What if they're the loss and they had to shoot first? If they don't want to shoot, they give up.Shooter, give up. 不，玩还玩急眼了，还真有意思了。这么大岁数还急眼了，不投了，那就不投了，那就完事了，可以不投了。好，那这样，郭教练的这个伤病的问题确实要情有可原。那我们由朱芳雨教练啊来代表你们两个球队，指定一位郭艾伦战队当中的球员来出战这场比赛。选谁？江雨凡，我们选好了，这么快吗？啊，江雨凡，我是内线。啊，没有你，我不管内不内线，你是可以出来投篮的。来，掌声有请。他们挑了一个我们内线球员去投三分，也真的会挑啊。来，给点热身时间。刚才投了一个什么？英文是叫 air ball。 听笑声，来准备，先别踩先，平板支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听不到，外边的任何的声音了，包括 MC。别着急，稳住。加油，没事。六连，漂亮。张晨宇，注意分寸。好的，你姐。江雨凡，因为他是一名内线球员，三分投射这不是他擅长的东西。一个，因为我之前在家里练习项目的时候，都大概只撑到了一分半左右。啊，进了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从此之后就一个接一个就来了。你看啊，现在就三个。哎，我说什么来着？四个！想想我们的进球，一个又一个。想想江雨凡现在的命中率，你看看又一个，又进了一个。又一个，你看。八个了，九个了，你站起来吧，兄弟们，站起来吧，十个，还能进吗？最后下来，我们球员对我的夸奖，我觉得啊，幸好我没拉胯。他们说到我四分钟的时候，我真的懵了。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信念的作用。我们虽说输了三分球的投篮，但是我们赢了平板支撑。我会认为包包今天的表现是我们这一个队里面表现最好的，因为他的坚持其实一直在给我动力。教练朱芳雨以及女领队曾可妮准备投三分，我从来没怕过谁。我希望就是女领队能够多撑一会儿。三。我会非常努力的争取时间。一，
两个，三，四个，四个，加油，五个，五个，加油，六个，六个，好准啊，七个，八个，八个，九个，十个，六个。朱总呢就不用说了，那真的准。朱总在三分球上面还是宝刀未老。肯尼保持住，保持住，加油。肯尼没关系，你们队命中率高，加油，加油，加油。四个，十二。女领队要注意背部和臀部保持一条直线平行。啊，没听见。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被他影响。加油！累了，累了。我的天哪！十二，这真正是团队比拼的时候。朱总还有三个，马上要超过了。十四，十四，十四。还有一个，还有俩，还有俩，还有俩就可以了。十五，十五，十五，十五了，十五了，十五。十五，现在两边打平，还差一个，打平，加油，哎，加油，不要犯规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我就还想问一句，可妮，如果还要投的话，你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当然，我是谁？哎呦，哎，我是不是我们的拉蒂？好，他们依然不理我。哎，你们没有人管你们的女领队了吗？你们能不能对我热情一点？我觉得你们这群男的还没结束呢，还有一轮呢，各位，还有一轮呢，各位啊！还有一轮比的是经理人投篮，经理人投篮。哎呀，那刚刚应该豪哥说十六个下来吧，我就下去了。哎，我忘了，没有，主要我忘了，我们还要比。因为本来其实我们可以在第一轮争取那个轮空权，肯定还能坚持。朱总的那个手感非常好，所以这个小失误怪我，确实怪我。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这个有一个热身动作叫伟大的拉伸。你这带着明浩也一起做了。对，然后呢，用自己的这个。肘部往地尽量去够，然后再把身体打开，身体打开，对，然后呢，在下压之后呢，用手抓自己的脚，抓，对，拉住，好，然后再往后坐，拉伸，拉伸自己的这个大腿下面的这个筋。感觉最伟大拉伸这个动作，微博上应该会有挺多人模仿的。那这样我们先吧，要么，好吧，别让人每次都第一个上了。肯尼靠墙近端了，准备，三、二、一，加油！加油！哎，好球！别了，别了！再来，再来，再来！鞋带，两个。三个，加油！感觉来了，再来，加油！还行吧，可妮。加油！大点劲儿，大点劲儿，高一点，大点劲儿！加油！没事，缓一下，稳一稳，稳一稳，稳一稳。哎，再来。哎，好，继续，不要停，注意，两位都要注意呼吸，注意呼吸。浩哥，你再进一个，我不行了。好，加油！十八，你进二十吧。再来。好球，十九，调整呼吸，再来一个，再稳一下，调整呼吸，十九个，调整呼吸，
二十，二十 ，OK， 时间到。好了，你来，掌声谢谢。这个你，经理人欧豪。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特别棒，特别棒！来来来，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请李晨以及女领队。好，准备。时间呢，请忘却它，投进多是最重要的。大点劲儿！哎呀，好呀，成哥。对对，可以往里收一点，往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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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成哥！加油！你看我小文已经顶不住了，你。哎，刚才听耳声时间太久了。嗯。坚持住啊！不用管我。真的吗？不用管我。其实我刚开始蹲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受不了了，就大腿开始抽。然后后来想想不行，他们其他队已经就是领先了嘛。但是这一轮，我想千万不能拉胯。哦。好的。十。加油！加油！哇！没了，没了！哎，上面后来没劲儿，打不了板了。行了行了，那边顶不住了，陈哥。时间到，时间八分钟整，八分钟。来，所有人掌声给我们的包上恩以及陈哥、李晨。好，最后一组，我们的马布里战队洪明浩以及戴燕妮，请准备。Free throws. 要撑。Water. Water. 再八。十。十四。太准了。一个一样飞球。哎，干得过来。其实我对这个轮空拳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平时经常去罚篮。洪明浩发挥的是真的挺不错，他的这个篮球的这个一些技术啊、基本功还是挺不错的。二七，别着急，其实你们已经领先很多了。没事，我等下投四十个。哦，等你投四十。二八，二十八。三十个吧，三十个吧，还是三十个吧，还是有点吹牛了。二八，二十八，对，再往下蹲一点。二九，三十个，三十个。马布里战队比赛结束。再次宣布一下，在我们这次的比拼当中，我们获胜的冠军呢，就是我们的马布里战队。那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三对三比赛当中的轮空拳。那你们将直接和两支球队的比赛的胜者再来进行比赛。所有人都在期待最后的这场比赛，最精彩的时刻留给我的球员们。我们从不惧怕任何一个对手，我们怕的是对手不够强。大家拆进来之后，漂亮的挡拆 ，nice！ 张志远暴扣得分。
motion， 看看长进来又是个 ball big block， nice， 扭脚，库杜拉，这样的一对一不允许你有一点的怠慢，这就是代价。丁超超巨表现 ，yes， 丁超再次展示什么叫做顶尖控卫，杨振点燃现场，又一个抢断，李阳打我们跟打小孩一样，很激烈啊。追梦队正式成军，你们也将去征战 CBA 的职业队伍天津先行者队。做全速啊，全速。要说抢抢抢啊！对手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人呢没什么太优秀的球员，他也不是说主力，他是可能是第几替补了，维护队友交际花，头发挺像花的，张毅他儿子小公主性格 CBA 颜值挺好的 CBA 的天花板这么低吗都？我觉得追梦队就那么回事吧，胜率100%，跟这种业余球员打，我们就是心理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行了，你们可以不拍了，不行，不能拍照了，不用拍了。接下来就正式有请天津先行者的球员入场。掌声掌！欢迎本场主队追梦队。我们是谁？追梦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冠军，冠军。我们还要钱。夏季怎么在后面呢？不能外面投篮，听着，快给三分球。你防个人突破就行了。你能不能篮板球啊？你篮板球抢不着了。年纪比我小的，那你是不是得自曝一下你的年纪？有味道，热的水果啊，水果啊！我觉得我是卧底。三对三有什么推荐吗？那个豆不是国家三打三的吗？朱总，我今天打三打三可能跟不上了。I think 白 used to play three on thre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five on five. 那谁有没有想打三对三的这里边？大家都不太想打，怎么办？方哥等着进我的集锦吧。什么？方哥进我集锦吧。你想打我想疯了。早报先进攻，投中。刘洋杰拿球之后迅速的突破。刘洋杰反超，早报寻找机会，三分拔中。这下两人再防，再冲击，外面反超一分。宋凯清压到篮下，面对江宇凡打中两分。小黑李玉哲变向上下步抛投漂亮。欢迎各位来到全力以赴的我们，让我们首先有请夏之光，有请张延平。